欢迎收看滚轴的劝败单元。By the way， 看到这么多 Supreme 的东西，就知道我们这一次要做的就是 Supreme V1 的抢先开箱。相信大家等待 Supreme 秋冬季度的发售都等得非常的苦，而 Supreme 呢，也在 V1 不负众望的推出了几项值得入手的单品。现在就让 Mifit 抢先开箱给大家看吧。本次呢 ，TimeX 推出了两色，分别是金色版本以及银色版本的 TimeX 手表。除了 Mifit 这一次拿到的金色版本外，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Patrick 已经抢先在 IG 晒出他拿到银色的嚣张模样。接着就是这一次 Supreme 与美国康宁 Pyrex 联合推出的两杯，接续着前面的咖啡杯啊，以及各式各样的餐具之后，量杯相信也是居家用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好伙伴。热爱下厨以及做实验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，目前量杯的价格应该都还算非常的亲民。而另外一个本季值得入手的小物，当然就是这个巫毒娃娃。对于 Supreme 的炒卖商，如果你也抱有怨恨的话，不妨入手这个巫毒娃娃，并用 Supreme 附上的针插在你讨厌的人最难受的位置。最后，相信有不少 Supreme 的收藏家也非常喜欢收藏贴纸。这一次呢 ，Box Logo 铺上了刮刮乐的银漆，玩家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巧思刮开属于自己的 Box Logo。而本次呢 ，Mifit By the Way 的劝败单元也将抽出三位幸运得主，得到这一次 Supreme 贴纸包里面随机的贴纸。喜欢的朋友只要在留言处留言你喜欢的是 Mifit 抢先开箱 Supreme TimeX 金色的手表，还是 Patrick 入手的银色版本，就有机会得到这一次的贴纸。请不要忘记订阅混浊 Mifit 的 YouTube 频道，也在留言处留言抽奖哦。这是本次混浊 Mifit Man 劝败单元 By the way， 我是 Casper， 我们下次发售的时候见咯。